你是个好演员吗？你从来都不是个好娘啊！你们知道当演员有多么难吗？你们嘛，只有一件事体，就是演戏，其他都不重要的。还排不排戏了啊？你们妈就是个死死鬼，她老了才想见你们呢。我不是告诉死生死灭，我要当个大当台上，我要上个座呀！你。